但是上一次说的那一个经是有什么疑问？对呀、啊。吴老师，就是那个就讲那个自己感冒的啊，就是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些症状不太明显。昨天我们家里就是来，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稍微有点发热，又稍微浑身发软，没有什么就感觉有咳嗽，就那个什么症状，不知道该用到底是对治啊什么，还是那个蛮好，就是这个，您知道咱们讲那几种感冒有一个。有一种生产的有一个一般的感冒，有一个那个病毒性的，不是一个是窜生病毒性的，一个是咽喉病毒性的，但是不管病毒了，这个说的感冒的特征。这个病毒的特征呢，就是窜升腾，抓住我还窜升腾。你说那个不太明显，对呀、啊，不太明显，也得有一个现象嘛。不太明显本身就是个现象，你说说什么呀？感觉是浑身难受，什么劲儿呢？长得有多这个浑身难受啊，不明确，怎么难受？就是反正浑身无力的感觉啊，没有力气，说没有力气，抱着酸软，对吧？这就对了。你说有难受，有难受可很宽。哎，听不明白你怎么难受，你是浑身软酸软，没劲儿，对吧？这是常见的，这个倒是脑不定主意的那个地方，我倒是吃哪个呀？是，你说他们我也不怕疼，也不太热，这发烧，我37度多，哎，38度也不够，也不算发烧。不是发烧也不明显，反正也有一点那点儿，是这意思吧？这个你还是要从一个界定来看，这界定的名字这个有不是那么高，37度以上，38度以上。你既然这样的体温，你就不会是一点害你。有一点，你这个呀，我告诉你，嗓子一点儿也不疼啊，你就是鼻子疼。你要怕鼻子疼出不了汗，你脚上。30毫克本也可以。如果说你嗓子我连喝不清楚疼，反正也不舒服，有点痒，咽东西有点感觉也不疼，这个样呢，哎，不这么明确。你就啊，以不明确来对待不明确。鬼之堂你可以加一点葛根，如果要有这个情况，你可以加一点印花链桥柚子。你模模糊糊，我也模模糊糊，模糊对模糊就是准确。你想想，现在这事儿啊，他就这样，我也没法。俩糊涂人在一块儿说糊涂话，谁都明白。一个明白，任何一个糊涂人，一会儿
这病啊，倒起来也不多了。因为我们外人有时候也落不了。这世界上万事都是一个道理。你不明确，我也不明确。不明确对不明确，大家都明确。听明白了吗？对，我说这可最明白了。没人敢这么说啊！你合着你糊涂？哎，我就这么糊涂，糊涂就好病了。看结果，要不你就试试。要是个明确的病，你吃这糊涂汤绝对好不了。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告诉你，哎，谁还有？就这一次机会，这个世界和这事儿都不是书本上写的那样，要照书本找你找不到。史诗上的病都和书本上不一样，有的书本上找病也找不到，那就说在书本上找病找不到病，在病上找书本的东西也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呀？您说这是为什么呀？终于这一千年来有一个聪明人说了句啊，你说聪明话也行，你说糊涂话也行，我说的非常好。他这么说，读书十年不可治之病，把握啊。还有一句，治病十年不可读之书，咱给他鼓掌吧。太好，谁不服谁都看看是不是。那么怎么着行呢？就是我们要读书啊，把人读活了，千万千万的一个大机会是读书死，不读书啊，人还挺聪明，你读书啊，傻了。过去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呀？读死书，仨字儿，读死书。有人说你死读书，更甚的是读书死，不读还好点，你都读啥？读啥？这三条机会。在一个度，在一个活，读书要活起来，我不读书我就是活，我一读书我更活了，我更聪明了。这题我提的很低，你说郭老好，皇上好，上次没您跟咱问，想了一个礼拜还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怎么有点像啊？那是这个，像您这个方子，肺炎治疗错误的方子啊，肺炎治疗错误，发生肺感染这个方子，嗯，这写着是发热不退。那请问您，这个发热不退是热在血分还是热在气分？因为我以前看的医书啊，麻杏甘石汤，您昨天讲的方子是热在气分，那么后来就是热在血分的方子就没有了。那后来看温病，有人说热的血分，那这个请问这个方子是
热在气温还是热在血温？我讲中医一下啊，咱们要治病啊，气分血分把病治好了，好医生是。咱们要补血分之分也治好了，那是要管医生吗？那就更好了，那更好了。哎，咱就啊，别管血分气分啊，咱就治好了病。好，好，好，好。谢谢。本来啊，一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非有人搞复杂了？您学的教科书吗？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人，吃了这个房子就好病。说非得你是哪个星的弄一堆星，你想考虑我是哪个星啊，哪个星怎么的，一个星一道方子能害人吗？我想这位大师啊，是因为把病治不好就琢磨起来了，就把人弄成整一堆儿，整一堆儿，整一堆儿，整么多少个堆儿？没有必要。也许这一位医学家当初他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告你的，你别让其他人跟着你走。明白吗？明白，知道。本来。我上家去就从这儿走一直道，大都知道到了，你得让我围着这个街转两圈再下去也能下去，不转就这意思啊，听这意思。听明白这个气氛写的了吧？明白。这是有一个人自作聪明，你说什么病什么怎么治完了，他本来没这些个规矩，大家肯定有看见的。大病像冠心病、糖尿病、瘤子这些病，天下人都吃一个方，有一个没效的。我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啊，有人质疑这个事儿，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有些个教授就问我，他说你。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我说请。他说你看你从北方来，你可能在北方吃这个方子，你到了江浙你也用这个方子，是不是你改改呀、啊、北方人和南方人不一样啊。我都静静地听着，说完了，我说我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一样，你看长得模样都不一样。咱们在座的人，南方人也北方人。南方人的居住条件，海拔低，气候潮湿，温度比北方高，有湿润又高，地北偏，海拔低。北方人居住在高寒地区，空气干燥，这条件是对的，但是有一样的地方，都是使嘴吃饭，
有时是逼着呼吸。我接着往小说多少都是一样的，我们生命本能是一样的。这呼吸不是一千万年能改变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甚至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千万年没有变化是一样的。你根据什么治病？你是根据气候治病，那不一样。不说是南方北方，一个县里就有不同的气候。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说的是夸张，我是神州的，神州大家都知道吃米泡，米泡怎么那么好？你们说不清，我说的清。不光是米泡好，馅儿、栗、瓜、果，一切说都是特别好。我不敢说比新疆好。差一点，同是一个县，出去这么二十里地就不行，明显的大不同。为什么呀？我注意过，产桃的这个地方啊，那一片，也就是啊。那十平方公里也没有，是丘陵沙土。不说你骑自行车，你推着你都推不动。沙土、土岗子、沙土岗子，一到中午啊，特热，早晚很凉，非常别扭。新疆这个物候，我就明白了。哦，我说怎么那个哈密瓜这么甜，怎么神州这个瓜也这么甜，哪儿那果木那大枣，那和田那大枣那杏，那个身价虽然比不上，要那个汉唐量啊，差不多少。这会儿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白天呢，温度很高，晒的这么一天呢，晚上这么一凉，又吸收着那玩意儿沙土的那个水呀、啊，一非常少的矿物质，也都是那么新鲜的水土气候。有很大的相同，我是离一个县的人吃，要根据气候之用，离一个家的人民吃两回啊，怎么可能？我呢，我是根据本能，大家都说了，我再往上说不说了，等着你们呢。看了我这个本能论的第二稿，你们都大明白了，大明白了，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本能，今天不说，今天一说咱说不得别的。根据本能治病，不光是南方北方，东方西方。我貌和地球的那一面都一样，到今天为止，全国新疆、西藏、福建、沿海，包括台湾、香港、东北、哈尔滨，什么旅顺大连，
南方的沿海，北方的沿海，西北的高原，西南的高原，没有区别，一样的效果。我说这个气水学分，它可以算一个交流派、啊，这个没问题。这是文明学上来的，他这个气分呢，就是在胃里在气，他不是因为气血吗？他不是三焦吗？还有他的变成了一个方法，他不就代表中医？张仲景就没有说过这问题，也没说过体型，你是什么型的？张仲景是圣人，什么是圣人？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得到了，也就是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圣人，他没说。甚至他俩心肝脾肺真的他都回避，他都不说。他说胃怎么来，说肠怎么的，他不说。他说胃呀，张家理解，他不说张三李四，他说张家理解。你看他多聪明。干到后来啊，论聪明比不上张仲景，论智慧他更比不上张仲景，他就弄出来了一些个小流派。我顺便告诉大家一句，张仲景跟张继是一个人。再一个是啊，大道无派，掌握大道，掌握大规律是没有流派的。我接着跟你说这个肺炎，一个感冒治成肺炎，一个肺炎治成肺感染。往下的我就不再说了，再说对你没什么意思了。比方说肺痈成了肺痈了，肺也化脓了，那你得别自个儿，你别自个儿治，你自个儿治不了。在这两步的时候，你可以自个儿治。很安全。为什么感冒一直成肺炎？一用激素退烧，你记着我说的话，您看看是不是？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本能。我不接受你祸害我，我不接受，成不了。如果这个人的本能系统差一点，让人家一棍子都跑下来，肺炎了吧？一脆弱都排不出来，必定上肺。为什么呀？会不会外界是相通的，跟我们皮肤一样，它那个张开那个表面比我们身体要大20倍，所以它要上肺，要想从肺里出来，肺里也出不来。肺炎，把那个排一散呀，在身体体表啊被压制了，肺里的开始了排异反应，这就是肺炎。肺炎如果还不让它跑，不让它往外出，
睡得好浓了，最后要好浓了，这时候肺感染，肺感染要如果还这样，不思就好浓。我看到这一个过程了，我看到的不少。我们在掐梁的部分，感到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不要脆弱，咀嚼激素脆弱，咀嚼物理方法脆弱，他们撑过来肺炎呢，这一道防线我们防住了。如果不慎疼的肺炎，我们有治肺炎的那个方法，马京石丹汤。肺炎好，成不了肺炎，这一个要再防不住肺感染，我们还有一张好。花楼，那花楼那一张好了，我们让他从大便小便往外排，又解决了。以后要再防不住，这个问题就大了，不是你啊，你解决了，你就找一个能解决的就行了。说到这儿，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啊，我明白了。啊，是这个小流派的认知啊，还是有限度的。我明白了，哥。啊，是小流派认知是有限度的。这个得从到您这儿来听课，得重新换一套脑筋来接受，不能把那个陈旧的东西，不是陈旧，就别的认知带过来。帮我这么理解啊，他也能帮助我们认知，但是我现在跟您这一是一套新的认知理论，是排理的现状。谁还有？傅老师，这个好多病都有咳喘啊，就好多病都有那个咳喘嘛，就是怎么来区分它是肺炎呢，还是后边的肺感染呢，还是一般的感冒的咳？这个肺炎呢，就是急性，你好多病有咳喘，这个不是好多病有咳喘，可能是在你眼里好多病有咳喘。我说就是两种。一个是肺炎，感冒了得肺炎，咳嗽，咳嗽是什么？是肺里的分泌物啊，那是排出来的，要通过咳从气管里排出来，这是一个咳嗽。这个咳是一种，这种咳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声音，这个可就不好说了。我能听出来，你听不出来，我没法教给你听出来。除非你跟我一块儿看病，我说你听出这个人声音肺炎，你呀、啊、听到了，悟到了啊，我是我记住了，这是啊。再一个就是胃结核也咳，气管炎也咳，但是咳嗽跟喘有一个关系，听明白了吗？跟喘有关系，但是它从哪儿来的有一个关系。你慢性气管炎，你感冒了，那不是会治它症吗？加好多些人吗？听明白了，这不得区分了吗？你说这个人平时是有肺结核，你也知道感冒啊，这咳嗽，这不能分吗？这咳嗽很多了，说排除哪一个，这也很容易。因为我有时候咳嗽什么呢？我经常犯一毛病，口水太多。说话不掉强了，这咳嗽也真的很难受。嗯，
我经常出病的咳嗽。能分不能分呢？相分。不是，就说你说你问你的，你能分不能分？感冒了就能分，咳嗽就能分。感冒和咳嗽，容易叫肺炎。你都说叫肺炎，我也跟着说呗，不就这个病？刚才我说了，书上写的这是一个病，总是不一样。就那个，就说那个咳喘的话，有的好像喘之后就很尖叫的滋儿的那种声音，有的就好咕噜咕噜的那样。那个都不是急性病。哦。不是乱说的。叫喘，俺们也叫喘，会鸡叫一样，嗷嗷的叫，也是呼吸叫，可能可不是咳嗽。谁还有？我突然问一下，我就觉得都咳嗽，都不是干咳，那有时候不能干咳吧，它有时候上火，有时候。你没说了，我明白，我给你说出来，明白吗？坐吧。干咳，一点痰也没有。那有时候就算有一点点。晚上重，白天很少，对不对？啊，有时候有这症状。什么？有时候有这症状。有时候不是。啊，不是，有这种症状，这个还有一种。不是有时候，哪个都这样。啊。这种咳嗽，要不是这样，不是这种咳嗽。中医叫水寒摄肺。水寒摄肺什么意思？他为什么没痰？他为什么还要咳嗽？为什么晚上总白天轻？把这一个特征用这个病理说明白，你都算知道。它是肺里有水肿，知道吗？因为肺里有水肿，它在组织里头，它没在气管里，它出不来。它所以呀，它只有咳嗽，它没有痰。晚上啊，卧床。你看看这个肺里都有水脓，要是站着，这个水是往下沉的，是这个肺的下部充满着水，它就轻，上部对于这个氧的供给比较是正常的。该卧床，这个肺不是在下头了，上边也有水了，就咳嗽起来了。这一种咳嗽不能用其他治咳嗽的方法治，单一个方子吃了就好。你看治一年一年的治，都治不了。你给他开这个方子，皮肤是好的，你得成了身了、啊。你不是身，你别忘了，你得照方子治这个病，你给他了，就这么些事儿。好了，那是真的。还有什么？还就说干咳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症状，他就是说干咳，有时候嗓子发干呀，还有那些什么，就是不是说晚上白天那么明显呀、啊？我白天也是咳。你说的就越来越说越对，你甭看组织里有水肿，水肿这么粗，嗓子是干的，他利用不了这水，他储存的组织利用不了。这嗓子不干了，水就没了，知道吗？就这么个事儿。
你看咱们这个，就是咱们渔村这个环境，中国这个版图960万平方公里，要有一大部分老下雨老洪水，必有干旱的地方。看看，注意今年这个农粮。怎么回事啊？啊？我说我问我呢，我问我呢，你听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很会答。什么老天爷的事你也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人事儿。人也这样，不是天中有一个人，人中有一个天吗？这不是白说的这句话，这不是废话。人什么呀？天什么呀？天什么呀？人也什么呀？你看我们这个腿肿水肿这么粗啊，长得是特别干，你说特别干的它不像喝水，喝那个难受，我不知道怎么还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啊？啊，和我刚才说那样，有地方是大雨成灾洪水了，别有一地方干了，原因是什么？天上就这么点水，哪儿有哪儿就没有。说中国全国都是水，我也不就干，这个地球就是这玩意儿，很简单。从大的说很简单，从细的说往来比较难。没有了啊，说。我想问一下，你提出建言，那建言和一善之说那些个气都是有点相像。什么？那建言和善之，你讲的没个气。没个气。啊，那大不行。啊，不干后说话的道理的意思绝对不干，你死也不干，绝对大不一样。翻译能给你讲一下这两种症状分层。病原呢，这是啊，病毒性传染病，没把毒排出来，它给你退烧，要不就是你自个儿了，不动这一点，反正是毒没排出来。最后留下来叫后遗症，脑子后遗症也是因为肚子没排出来，留在那儿那儿生病，留在这儿没完没了。咽炎不是，为什么咽炎呢？他把这个免疫系统啊压制破坏，那西方医学的话来说，把你的免疫力给磨光了，甭想好，慢性病了。要想好怎么办呢？中医给你完善你的体能，慢慢排出去。好了，听明白没有？没喝气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书就讲没喝气这个原因呢，都说会轻松关系，怎么他都会轻松关系。你高兴没有了，你身体不好了，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怎么回事呢？假设也假设不出来。这么大这么伟大这么科学的西方医学怎么这样的假设也不知道。你坐下。我说你是怎么回事？这个咽喉啊，这一段这最敏感的一段，痉挛
心情不好，忧郁，愤怒等等，小孩痉挛，你说说，一个疙瘩，吐不出来，吐不出来，心脏把食道吐出来啊，没有，这咽下去，这食道上肠子去了，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心情一好，缓解了，没了。听明白了吗？音乐它这样就像一个梅子核一样，中医说讲的梅核气，那回娘子做完不是痛除医者吧，这个思想啊，注意其名啊，这么个地方，还有呢好听的也有，百合病，呼呼，他都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呢，不说啊，其他有。师傅，你刚才说的百合饼是不是也是肺炎？也是肺炎？百合饼嘛，它这个领域的特点，它是属于李时珍的。百合这个药能治，专治，它就叫百合饼。你看有的人的病啊，那我这个病啊，就谁能治？他说就我能治，谁也治不了。闹脾气，哪儿也不是。我要一去了，他就好不起来。一去，我就拿这个大酒瓶了，哪个就好，我就拿个大酒瓶。他我去了，我一老根儿都饿了，什么事儿没有？喝嘛，一喝就倒，你什么也治不了，脑脾气摔这么大那么的，不想喝酒啊，不让他喝，还脑脾气。我那个大妈太平了，在这儿那么一装，露了一边，去了那个营地，撂那一坎子，什么呀？我不是跟您记得不记得，上来他来了一个人，哪里的？忘了，一老太太，啊，他爱人，他弟弟很啥呀？反正来了三个人就行了啊，席间就行。这个主要情节是非常的清楚，就说呀、啊。我姐姐是前年的闺女死了，肿瘤癌症死了，当然还得一死这病嘛，还得钱，怎么治也治不了，这两年好起来了。没介绍说是让我来找你来的，我一看老太太是这样的事儿，我心里你知道我的明白了，我也治不了。但是我也治不了，我清楚，我必须得让人家好。多远呢？我说好家伙，你俩下里地来找我来。我说我治不了，这不规矩太伤人了。我说我你解释不来。我说你们都没治吧？我说这病我治不了。我给你解释一下，准治，准着好，行不行？人家行，您说吧。我说你们那儿有这个安官寺院吗？是有，我们那儿多了啊。我想想那个大同，大同，但是我们那儿多点儿。我说老太太回去拜佛去。找个高明的师傅，
本国产。学什么呀？把这三十因果六道轮回学好了，这病就好了。对，那好。我说哥好了，别忘了给我来个电话。说行，记住了，不能给你来电话。大家想一想，我为什么这样？我没有时间让他从这个痛苦里走过来，让他回去一个现成的套路。你明白了这仨是意思吗？你不明白，这一辈子啊，这个癌症死是你上一辈子的事儿，现在你们看他死吧，你好好的修，你不能上天堂啊。这不就得讲了，还要天天这么讲，这不老难受的姑娘啊。咱别管怎么说啊，我也不是算看迷信，党子越深，只要是让老太太活下来，活得舒舒服服的，谁叫明白谁叫糊涂呀？啊，明白，下天名字的，名字的叫明白啊。那相信那三十一个六道轮回，活得高高兴兴的，活了一百多岁，怎么呢？这得叫糊涂啊！这个糊涂不明白，有时候很难说清楚。我得记住，大哥越生，只要是能让人生存，生存的好就行。那是个现成的，拿来就用。你给开药治不了，你妈给这还脖子要是这个对他治不了。你说我胡说八道，我早就承认了，这边我就撒胡胡说八道，胡说乱讲。把我这一张行吗？您说了，那个肺感染发热误寒呢？肺感染啊，光发热误寒。他已经没有向外开异的了，不是向外开异的反应，就不过他。没问题，那咱转过去了。我们说一说这个，有一个病毒性感冒，就是咽喉疼、窜身疼、发热、恶寒，这个。这一个他的排异不是从汗腺排，这个病毒有好多的病毒不是从汗腺排，从哪儿排？从血。从顺方末梢，从胃血管出血排，这个排异的形式很多，甚至于比用排汗的形式还多，这一个是一个。一般的我用这个方法，这就这个方法，
咱们说一说呀，这一道行子。冷酸透表，这防寒有什么区别？简单的一句话，防寒是把体内的毒、火烧病毒、暴客一切的有害物质、一切的易体物质，是从汗腺开始。这透表不是从汗腺开始，是从微循环，从最细的那个血管，那个动脉、会静脉、间接的这个末端，从这部分往外，我们可以看得见，算是透表的。排异方式都有红色的出血点儿，或者是丘疹高出皮肤的红疹的，比如说麻疹就是丘疹，最后排出来以后三天以后开始要脱落，像长一个小疮一样掉一个尖儿，掉一个皮儿。像脑炎这一类的病毒，就是一个出血点，我那叫淤血，叫淤血点，就是一个红点，就是出血。这种方式叫透表，那个防汗的方式是从汗腺才，是内部组织之中的病毒，或者说是菌毒，或者说是其他的有害物，在循环内进入大循环，微循环进入大循环，大循环进入腺体，比如肠腺、肾腺、汗腺，进入腺体，从腺体分泌出来，大肠可以通大便，肾可以通小便，汗腺可以通过排汗。它是从这个渠道，这个表呢是通过汗腺，要不如果说是通便，是通过大便，是通过肠腺，要是吐的通过胃腺，上部的包括胸这一部分的有害物吐出来，呕吐，或者叫拥吐。如果是从膈以下的，通过肠腺窜升的，属于液体的，通过小便，在其他的通路，就是所有的孔窍都是排异的通路，没有孔窍的要出血，人也排出血。这个系统不是说我们可以干预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系统。怎么它就是与生俱来的呢？我们从母亲体内这个阴汗阳腑开始，
父亲骨质的一个生命能系统和母亲骨质的一个生物骨质的系统愈合，生理开始，那么这个自我更新系统，这个自我系统就开始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不管是哪个组织，都是细胞，用细胞建筑起来的，塑造起来的。细胞是什么？就是我说的生命的组织。谁来的生命组织？我们自己的生命能系统制造的生命组织，来塑造我们这个身体。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多么神奇的呀！把外界的非生命组织摄入进来，加工制造成生命组织，成了由生命的细胞用好建筑了，塑造了我们这么一个身体。细胞是有生命的，它也有一个生长壮老死一个过程，不要紧。我们这个生命能系统有一个自我更新系统，不断地从外界拿来非生命物质，改变成生命物质去替换下来，把这衰老死亡的用新生的替换下来，这样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更新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永远生存。那么这个人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这个自我更新系统衰老了，做不了了，这个人就衰老，而这个能力停滞了，人就死了，这是一个自然死亡，不属于病死。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系统，是现在我们能把死亡的细胞清除出去，用排异的系统排出去。你现在的病毒也好，病菌也好，你或者是非生物致病物也好，我们这个系统照样把它排出去，一样的方式。我们有这个系统，你想想我们这个系统多么神奇啊！用过这医生，他说不行，有时候他自个儿出毛病了，得让一个医生来一下帮他一下。对，医生充其量就是这点能耐。我们要有这个系统，不用去自我膨胀，我要改造自然。坏了，你吃苦了，因为你膨胀了，你不知道你自个儿内心是谁了，你就要吃苦，把它破坏了，你或者是早死，或者是速死，或者是慢死，你或者是受罪，没你的好过的，大自然是改变不了的。也干预不了，怎么办呢？他挺好的啊，你顺从他，你多好啊！所以呀、啊，中国人就这么聪明，不行，别杀死他，内线作战是要吃亏的，军事要击毁内线作战。机会敌人打进来，在我们国土内去打仗了，我们老百姓这受不了啊！啊，不，别打，让他出去，杀不死他，你越杀他，他
朝鲜这个扎正中断人家越强大，越可怕。我们不少次知道这个大千世界里头宇宙之间每一个生命啊都是平等的，是和谐相处，是相互依赖，不是我杀死你，我杀绝了你，你做不到，你膨胀了。所以中国人不这样，不在我内线作战。我本来有一个排异体征，稍稍放一放，出去半年，他就出来了，就好了病了。您看看是不是？我们何必去用打打杀杀的？祸害了自己，锻炼了敌人，伤害了自己。讲一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中医我可以说，特别是近期，我们彻大彻大悟了，明明白白的去对付伤害我们的这些生命。让我出去，这个叫赔。这个方子呢，这印华殿小牛子，这是温病学的贡献。他在治疗病毒性传染病的时候，什么麻疹啊、猩红热呀、脑炎呢，之类啊，用这一个方法，不出汗，别出汗，出不得。为什么？你一出汗，血液的水分丧失了好多，血液变得浓大了，再往外排，难了。不能出汗，怎么办？让皮肤放松点。说汗不是汗，说没汗又超，这是最好的一种。这样它出和血液流通的那个体温，那种湿度，所以烟花链条这三位组织的非常好。我留下一部分，你回去给本草上查一查，最好的一部本草是增光本草纲，因为它呀接了自从慎终本草经以后，历朝历代都修经本草，它都有经。你看看这三位啊，这个头表后头定制些什么病，你就悟出一个道理来，这叫头表。这个单皮草人吴主席，这三位啊，这是《伤寒论》上，《伤寒论》上对于有充血的肿物，用它叫破血。或者叫化瘀，不管叫什么，就是把这个充血的肿物排出去。所以我用的温病上的三味透表的，把这个调子定住，加用了三味
或血或瘀的药，帮助他止血的可以。后边鸡根甘草这两位是《伤寒论》里张草的，这两位治咽喉的太浓的，山竹根这一位也是文经很，他常常使用它治嗓子、治咽喉的，还有一个知母，知母啊，是我在对《伤寒论》的里边用在这个方子上的是什么？不是通昌，我不是通大便，不是消化，也不是痛发，是通肠，还是通大便，就是比那个用带黄的方法要轻，要轻。为什么要轻？因为向下同时都是向内，就是避讳如果向下的作用太大，导致了病毒向内作用，少用了一味之末。如果说这个人大便同时啊干燥，植物可以多用一点；如果这个人大便不干，一天有两三次大便的，植物还可以不用。这么一张方子，这是我的一张方子。我在使用这张方子，常常是一剂好病，用两剂的时候很少。自从我公布这张方子以后，有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吃一剂就好了啊，也就是说我吃两次就好了，两次是一剂。有的是我吃两剂好了，那就是三次四次好了。这是治病毒性感冒的一张方子，跟发汗是区别的。透表呢，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病。怎么样，对于这一张方子谁有什么疑问？您说那个活血的药是单支炮，有的可以三联活血化，那个这个活血药可以调换成三七和红花。还有吗？没有。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三七啊，它有个用药的一个习惯，不是我个人的习惯，是历史的习惯。红花一般的是啊，它这个活血带有养血补血的习惯，三七的活血带有止血的性质，所以避开这两个。你看看，在止血上常常是用三七，
的止血的作用在于它的送血，常常用的做止血的药是因为它痛血，这不矛盾，我说这个叫和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遁，好像是顺理成章。大禹治水的时候呢，土遁成功了没有？他是因势利导才成功的。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治水，是不让这水流，那行吗？他不让他在这儿流，你在那儿流行吗？不行，我们一开凿了把这个山开宽了，开深了，你就弄行，那水就行了，在那儿流，这儿不注意。我们小天想让那风进来，屋子里都太闷了，开开那边的窗户，怎么就风不来呀？我告诉你，你把北边的窗户开开，先开北边的窗户，再开那边的窗户，风进来。所以中国有一句话，不幸不知，不塞不流，雨多难寻，现开得有，有的咱窗户啊，窗户，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哲理，你顺着它你就成功，你逆着它你就失败。说不幸不知，我说这治学的，这个学要不行啊，它止不住。什么叫不行啊？他不往那边行，他该往那边行，他不行，他这儿不该行，他行。你想指这儿，他那儿还是过不去。所以呀、啊，不塞不溜，你应该知道有地方塞着，哪儿塞着？哦，这儿塞着，把它通开，这儿不溜了。这是谁的作用？通学的作用达到了止血的目的，明白了吗？说不塞不溜，我再说一个不塞不溜，脑出血，这是流了吧？赶紧的止血，收缩血管，增加血粘度。我说你成不了不来了。大错特错！我怎么错了？天天都这样。我说小弟，我不说了，都这样，都错了，这是个道理。你再犯，你就把你给劝回去。那我就告诉人家劝回去，早错了，瞎错了，你错的还早。这道理呀、啊。你这个脑血管你为什么错了？它出血了，你看收缩血管，错肾血管都收缩，这就增加了压力，你知道了吗？咋还得你增加血血凝，你正叫血凝银子，血小板儿吧，你还是错，错不叫错，为什么呀？它凝聚了，凝血的时间缩短了，不是光凝你这个口，这串式的血液都增加，这个银子更出血。听明白了我说的吗？那么怎么办呢？痛穴，当初他为什么流啊？
这一根血管，你看看这一根血管，这是一根血管，这是那个血流的方向。你看看这儿堵不堵了？这儿还脚要往前走，供血的，这不就脱了吗？他不在这儿开脱了，不塞不流，看了吗？前头不塞，后头不出血；前头塞住了，后头才出血。说不行不治，这还要不行，这还就治不住。多么简单的，马上就给您一个比例，与德战训陷害对应。你想得到那副陷害这边成了，再看那边成了，一看呜，风就进来了。你再想想试试，可能咱们应该早就知道怎么着。刚才我们这说一个问题，串了个门，他问我，我能不说呀？顺便说说这么多的事儿，也是有用的吧。所以呀，这个同学或者是黄云，不用三七，不用护法，是有道理的。就这么个意思，我再补充一点，您看看《伤寒论》一个明显的问题，张仲景之畅勇，什么叫畅勇呢？就是急性盲肠炎，那个肠在那儿肿了，疼得要命，连腿都伸不开，一伸腿这个腹肌这么一伸，疼得你要命，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还不好说呀、啊，上医院呢，切除了不就完了吗？完了可是完了。哎，你的免疫器官你丢了，要不切就好了，不行啊。说行行，还要带黄牡丹皮，带黄牡丹皮。我说到牡丹皮了，牡丹皮能把这个肿捅开，从大便排出去，肿的那个大粗家伙。冲两次大便就没有了，多么好、啊！我为什么用牡丹皮？明白了吧？啊，还有一个，干嘛用？牛膝，哎，牛膝有一个作用，很巧，他让我碰上了，吃了牛膝以后。上头的血能向下，这儿堵着，这儿的淤血向下，好不好啊？这儿也没有了，上下都好，要不然在肠子里也排出来了。看来简单呐。一张方子，一个方法的成熟，常常是几十年的。就这么一味药，这么一个字，你这得多少书啊，堆起来，在里头找出来的，都是从我这儿消化了以后才出来的，不是容易的。今天一听就知道了。你可容易了，我可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我说，我好胡思乱想，这也算其中之一吧，不守规矩。前人的规矩我总是不大愿意守，问题吗？老想在那个规矩外头看看，有比
进那个圈子里以后啊，矿多了，风土多了，呵呵，那确有迷人的景色。我是这个和那个就是那个麻黄汤那个就是本质区别是就看咽喉这块，它都是发热无寒不胃没有汗，这俩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就看那个咽喉痛。你说我给你说一个问题，它区别今天呢又碰见了一个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你那到底谁是谁呀？对吧？可是你俩得要有一点儿，你们两个人必须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说，你是河北，他是河南，一辈子没家头一回见面，挨不上边儿，但是长得模样一样，就一个不一样。这一个地方不一样，我要给你那跟他的大事儿。老师，我明白就当明白。爸爸，这个不可，就加了一个葛根。你怎么讲葛根？就是这个方子里不是有一个葛根吗？是啊，我讲葛根。啊，我就说这个本身这个症状不是不可吗？不可呀。啊，我喝根不是止渴的，那就让他喝一下。我是这个结节一点，他因为他烧挺高，他要出汗，他有出汗的可能性，我不给他发汗的，我给他一个结节的，这衣服要推的少，你要我让也许凉的要去上，要他热的衣服要去上。这个硬方链条，光是硬方链条，人在江上一辈子那样也不行。对，它只是在透表上啊起了一定的作用，重要的作用还是在化学上，还在化学上。这个方子不是说让他向表走，他愿意在表走他就走，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大便走。哦，过了，谢谢戴老师，说点看法。您说主要还是在大便走，我们这台子就不能理解了。我看您这一个字母，我能想到，我以前看过这些书，秦连之柏呀，这有救过他一位呀，这四大热药，这个东西不敢用，又经常用，有些人那你可清醒了，是，哎，那你可就错了，你不敢用那就错了，哦，就是您这一说，我想了啊，大便如果通畅，不用治。如果大便有闭结的，就可以用它。咱这变准了，是吧？是啊，就但是咱谁得有理由吧？哦，他不只是找一个人来吃饭吧？哦，对不对呀？是。那为这个治母啊，对这个喝本呢、啊，你看出来一个是两百多，一个是两百。嗨，你要不讲。没看出来，要不说啊，一个向上走，一个向下，一个向外走，一个向下。但是我理解这所以他这个什么矛盾就在那儿，是向上的都向外，向外的都向上，向下的都向内。你这么样想想一想，对，我说你呀、啊，
就简单一点。有时候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这个心里面我有分歧，你该向外的向外，该向内的向内，你向内有内的有出，你在这里走啊。哎，你跟你向外，你在那儿走，谁也不方便谁。听明白了吧？我对，谢谢。这我来，哎，理解您那个排异理论，对，他是在广场。你也掌握了排异理论，你也不干用，用的有人质问你，你也傻眼。对，啊，好的也不是这么好的，啊，有这意思吧？对，多了他也有点不敢用。请帮我分析一个病例，就有一个病人吧，那个急性感冒以后急性咽炎，胆子出血，并且有这个生牙。他两天以后找到我，生牙，生牙说不出话来，生牙啊，生牙了，就一点都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给他用了您的这个方子，两副以后哈、就是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他自己说出现一个排黄痰咳嗽。哎，他一般排黄痰，我们认为是快愈合的感觉哈。后期我又给他用一下那个，就是那个二陈汤。我说你吃两天二陈汤，加了点杏仁厚朴。两天两副就好了。就我在分析，我再请您请教您，就是说我用的是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后来这个咳嗽和那个排黄痰的问题？你想前面是这个，当初啊。你得知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排异反应已经呢发展到肺了，已经发两天以后啊，已经发展到肺了，但是肺里的排异呢它是另一个出路，它既不是透北啊，这个房子也算不上通便，所以这个肺呀、只是受到了你头表你通常的影响，还恰好的它没有完全去了，所以它还有一些异物啊要从这个咳痰出来。可是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没有咳，没有咳。是啊，他还没到那个程度，他排异反应还在进行着呢。到他咳痰的时候了，特别是黄痰，这个到人愈合的时候了，到了好的时候了，这最后的排异，最后的排异，这时候呢，他也不那么黏了，也不那么难处了。有一点滑了，是这个时候了，过来看就好了。你真行，说你给他个耳陈汤啊也行。耳陈汤为什么治他？你知道吗？都知道耳陈汤的呀，这治他为什么治他？为什么叫耳陈？你知道吗？为什么叫耳陈汤不叫杀陈？不知道啊。快说一下耳陈汤啊！耳陈汤这个名字的由来是陈皮半香。你知道这个陈皮啊？在北方是20块钱一斤陈皮。我有几斤陈皮，我隔了1000年了，我这一斤陈皮啊5万块钱我也不卖。为什么？就是陈皮啊年数越多越好，它的效果越好，那不就治好了病了吧？有什么好的？哎，不行，他又有钱的，
您这个弯儿啊，也就是啊，好啊，够了一拜什么？我这个一百零一，您那个一百块钱，我这个十万块钱，他们连不连？你信不信？他钱太多了，他不这么花，他不舒服。我可就能让我这么这个事儿，这是趁你五万块钱你买了礼品，不说前年甚至都真的六百年都属于前年，也能买十万块钱一斤的。半夕啊，也是越沉越好，越沉越值钱，越沉越好。二趁长，趁低半降，五零半长。金池之潭的二陈塘啊，你要往涪陵去了，差不多呀、啊，应该起一百分的作用，连三十分也没有啊。真正的最顶的那是涪陵，为什么是涪陵啊？大家听说了吗？肺是水的花园，听说过这个话没有？不理解为什么是花园。他们这个肺的这毛病啊，利小便特有效，都这么点事儿。再一个就是肺的弱呀，通常最好最有效，可是你别忘了，不是哪一个药也行，肺的利小便头一位就是茯苓，通常的头一位是包肉，千万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我别的也通常用不行。第一个是包肉，第二一个是植物。我记得那个上次你这个班的时候，有一位那个药师加了一个那个大青叶，大青叶，嗯，是不是那个大青叶？这个植物啊，就是以前呢叫烂根，是拔了根，叶子叫大青叶。如果把叶子泡到染缸里，用的染布要加湿敷，你说那个沫子撇出来就是清淡，放沫子，哎，这么个玩意儿，它也是起着一个什么？大青叶呀，比巴拉根还便宜点，作用也不少起，得了，吃大青叶吧，没大青叶，你喝巴拉根，啊，确实，方便。你要如果说愿意再效果再好一点，这个方子给他吃，这不是小头吗？还有个成药，叫这个咽部消炎丸，什么柳肾丸之类啊，不是一个配方，大概是一个配方是什么呢？药方。颤酥、冰片、麝香，这死神呢、啊、那两神不都是懂吗？他只有这些神没有效，他在没效的家里啥都吃，内服外边吃这个还舒服还好。还有一个药叫那个西雷散，五子这么一念吃，那粉子喷着上了啊，它形成一层膜，不怕唾液的膜啊，这个想要和想必都有这个作用，多么巧妙啊！
我说要给你盆在你这个窗子面上，我又给你盖上了一层不怕水的膜，而且是生物的。太棒！这个方子确实效果，因为孩子给孩子也是量不成用了一部分草。这个都是我这个传播的，这个都是多少年的心法，心里的方法。这个一般都不能不告诉人。我就怕你用不准人家，所以你再问，你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好，谢谢郭老，再让我问你个问题，谢谢大家。这个侯正丸、六神丸。我感觉啊，这是阳性发热，但您这个方子是阴性发热，阴性发热、阳性发热都能用。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这个喉层肿胀有阳性、阴性，我这么提法，请您老师清楚，让我明白明白。说这阴是阳性啊，确实。我说这是阳性，阴性的眼疼啊。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我不知道你见过吗？谁见过？我没见过。谁见过？我说给你吧，我见过不多几个，少阴病眼睛疼，体温低落脉沉细。那极好分裂，他的浑身的体温都低呀。他那个眼中疼啊，连眼都不愿意睁了。这床上躺着都有个姿势，都蜷着。你没见过？这个药，一般不行。用什么呀？用鸡冠甘草，也不是用洛阳，也不是用苏州的火石，这个房子不用，用力有效。你想想，他用鸡冠甘草。可是那他那个少阴病的，你可说的是这个柳神丸啊？在柳神丸上，不说这个方子，不是属于乌达皮这种方子。我说那个阴性的炎症，气功甘草也不是正常的。说柳神丸可以。你不要认为柳神丸就是打鼾的，不是麝香，不是啥药，颤酥也不是啥药。爸爸，我还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讲那个就是通电的时候，这个八楼是第一药，是母第二药，他们两个药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还提到这个真母是通肠的作用比代黄要轻，它和代黄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啊？真母和代黄的区别？哦，真母和代黄，代黄的通便是它容易啊，让这个肠子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分泌，哎。真母不是，真母只是通畅，它不能扎，没扎不上这个血的这个边，也扎不上小的。
只是通畅，他只说至上部的弱，至上部的植物，这个房子就是因为植物这种素质不是小，所以才有它。它还有一个特征，它能止咳嗽，带花毛止咳嗽。郭龙啊，治胸中的病，不是光治肺，整个一个胸部。方友如果说做深一步的研究，怎么他治肺还治胸部啊？这是很没人说过，历史上也没人说过。他能把胸部的，包括胸，包括肺，肺整个都组织，会胸部的都组织。组织内部的有害的东西能从大便开始，这就是这个花楼是胸部胸肺胎液的最好的一个药。你看看，这是个汗药，对，它治胸痹。胸痹是什么？痹就是不通啊，一切的痹就是不通。胸痹是什么呀？胸风设备，什么意思啊？胸风反射疼，反射的背部。哎呦，你还不知道吗？心绞疼啊！挂喽，半夏桂枝血白，有这么一张方子，他们是这张方子是心绞疼，我不是，我知道我不是，我还有好的哦。谁不挑着好的给人呢？他那个止疼啊，我是彻底的治好啊。还有没有？还有问题没有？说。各位，我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抄了很多方子哈，都很明确，有药啊，有客户，还有最正的症状。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学就不学医也不太懂，你说最正下药这一块，其实有时候自己是把握不准的。你这个话你不能这么说，我没教你最正下药，我是教你一个排异系统，顺势利导你记住。我绝不教人对症下药，我就不会对症下药，老忘老忘。那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就你吃的不准啊，或怎么样，你转成了慢性病以后，这样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只有你这个教师，你凭什么吃的不准？你干嘛不知道吃准？那就是症状和药方就是没有对应上的。你老得那个对应啊，你都打错了，你糊弄不了了。你这个思路啊，不是我说的这个思路。我最反对这种效药。我们走到今天不能发现家还像那幼儿园的水平。对症下药是糊涂，不对。
有一个不懂医的药，我给他你对症下药啊，把他叫来听了，我说对症下药，我喃喃说你有日元的事情，我们现在生命都破解出来了，你干嘛还不用想？那就像现在这个方子，就是治疗咽喉痛这种的，就是病毒性感冒的这个方子，比如说那不是对症下药，那是让你从这个现象上看出究竟还有几口，还一百，听明白我跟你说这个了吗？我明白你。你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你在那个，你在那个管儿出不来，永远你管不着生命。但是现在您这个就是现在有五张方子了，然后他也有相应的症状的话才去用这个方子是吧？我没让你症，根据这症状，大家想一想我说的，我是说通过这个症状看出他来是向哪个方向排异，听明白了吗？可能这半天呢，这一次你都是从对症下药上考虑的。我没说过别的，就是你听着我说的是闲话，我是给你说这个道理，让你悟出这个道理。谁还有？还有你现在那个别说了。